让我们恭喜中国选手又拿下一枚金牌。哎，金牌恁个好拿呀？早晓得我也去参加奥运会了，为国出征，拿到对面的金牌寸草不生。说得多夸得大，不如让事实来说话。马上就拿起我的装备到外头去告一下，手枪在手，天下我有，奥运冠军向我挥手。事实表演真正的结束了，来吧，看一下我的射击技术还剩好多。只要手枪打得好，金牌在手，跑不了。啪啪啪啪啪！那个奥运冠军还不是轻而易举啊？下一届奥运会我参加定了，嘿嘿嘿嘿嘿。哎，那个苹果都没拿过哦，我不是神枪手吗？老子的哪个位置？是那些苹果长了脚杆多子弹啊，真的是太气人了，你们能够干我啷个参加下一届奥运会嘛？看来你就是做的必杀绝技了，不成功变成人，我一定要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。嘿，光头强要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，既然如此，我都来帮他个忙，帮他圆梦。圆梦还安逸啊，圆梦还有苹果吃。这盘应该得行了，要是这盘再没打中噻，我的奥运梦都没得了。哎，我打中了，嘿嘿，没得了，你苹果。看来我真的是神强手转神，老天爷把我身体出来都是为了让我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。到时候不拿几个射击金牌回来，我怕瞌睡都睡不清醒喽。来，再帮几个苹果告一下，都说熟能生巧，我这盘一定要把冠军的感觉找到。哎，五十一刀，你们的脖子倒了。光头强不要慌，苹果拿完了你再开枪。不要说，这里是个人群秒变大手，差点把老子脑壳打到桥。算了，我们吃了那个苹果，赶快回家。要得，嘿嘿，这盘打中你嘞，耶，还是打中了，我真的是神枪手，奥运冠军在向我挥手，哦耶！好了，回去补个瞌睡，下一届的奥运冠军就是我了。